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六月初二，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安尼讲：我的心静静，全部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。三个来祈祷。拯救我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全知的上帝，你是我的石盘，你是我的冠台，你是我的拯救，是我闪避的所在。所以我就袂大摇动，因为你甲我三个弟弟，我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当环境亲像海浪波涛不跳，当危险亲像凶恶的灾浪来到，当我的心无法度安静来思考的时，你爱我搁较着静静，着静静来专门听候，听候你，听候你的拯救来到，因为我的拯救无对别位来，独独是对你遐来到。主啊，求你予我的心静静，全部听候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全部听候咱的上帝，因为咱的拯救是对伊来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